看我比赛，看我比赛，今天看我比赛吧，兄弟们，好吧，今天是看我比赛，一定要看了，不看不行了，决赛不看比赛的话不行。把分辨率调一下。分辨率得调，兄弟。兄弟们，刚刚看到那个弹幕有人说没有鞋子穿了，这让我非常心痛。给大家来波福利吧，运动潮牌鞋服微信支持货到付款，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。服装类产品一个月内有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换新，表妹每个星期有该送福利，兄弟们没加表妹的微信，把表妹的微信加爆她，就是86070啊，86070没有加她微信的兄弟们，把她微信加爆她，86070，兄弟们上面这个微信86070，兄弟们。加爆他，加爆他，直接加爆他！没人啊！我操，这怎么今天没有人啊？不看吗？啊！哎，我操！比赛开始了吗？我看一下，还有17秒啊，没那么快开始啊。冠军有啊，肯定有的，好的珍惜的啊，兄弟，有冠军好过没有冠军吧。对不对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 CFS 我单场操，加菲解比说赛啊！直播，我是今天的解说娇娇。大家好，我是加菲。让我们首先感谢一下主办单位 Fox Park、赛事合作伙伴 CFS、世漫凯娱乐、赛事独家直播平台斗鱼。精彩赛事来袭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锁定斗鱼房间号605964收看精彩赛事。同时也要感谢赛事指定存储设备 WD Black，WD Black 是西部数据公司专为游戏玩家打造，提供高性能游戏存储解决方案，即可开黑畅玩游戏。再次感谢以上合作伙伴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。那马上为大家带来是我们本届亚洲杯的一个决赛啊！昨天在这个 LGD 对战 EDG 的比赛当中，LGD 也是以一个3-0的比分是战胜了 EDG。那今天要去对战这个白鲨嘛？两支队伍是都有一点小的人员上的一个变化，白鲨这边是变动比较大的，还是挺期待今天的这场比赛的。哎，是的，从白鲨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边的话也是下掉了宝宝以及那是解说啊，兄弟，请我有什么用啊？解说啊，兄弟，在队伍之前呢，这两个人请我干嘛？基本上担任我又不会解说这样一个角色嘛。来，先看一下白鲨这边的出场阵容，分别是念旧、577、潇潇、潇启伦。决赛看一下。这个阵容其实相对来说，昨天我们有说过嘛，它是变动比较大的了，已经。哎，对，而且听说是老板一直比较想要去要的阵容，是吗？对。那来看一下他们对手 LGD， 严开、猛子、硬汉、小七七和宇大帅。这边的话也是有调整嘛，大米这边换成了宇大帅。这两支队伍在之前的大米没上，是交手，Mino 没上，他这边还是比较。比较轻松的吧，去拿下就是说这就是那场比赛的一个胜利的，所以说今天的一个较量啊，我是更加期待的，看 LG。